上来直接跟他打。先走，念咒。不打了，那我溜了。要钱，那鱿鱼挺幼啊，有点打不动那鱿鱼。我曾拿着这把剑，年复一年。呀，直播间差点大气啊！他就有大气，可以刷点大气。差点送礼严肃。控一手线，这鱿鱼不来我们就控住。你想看塔姆上单玩呗。那鱿鱼怎么没了呢？这也死了，不过他亏，但是我们不是那么特别赚，但也赚，不是特别赚，但是赚，差一滴血是吗？哎呀，正好多一滴血，这要是再多一滴血，这是不是死不了了？哎呀，我看这红 buff 也没人要，我们把红拿了吧。对面打野都六了，俺们家打野才四级呀，红没了，我就知道那梦魇指定把红打了。哎呀妈！那福爷哥为啥不追了呀？你有闪现，你为啥不追呀？你换了他也行啊，他六级你四级，你就是追塔下换他也赚呢。那鱿鱼没到六级，我们是不用怕他的啊。到六了，我们就不能这样打了。
无论他是什么装备，咱也没办法这样打，因为肯定是打不过。这英雄到六级就是无赖。他挺狂，我说实话，这波我其实是能杀的。算了，回家了。命令必须得到执行。刚才我还以为他们家打野是梦魇呢，原来打野是中，不是，原来是打野是凯隐是吧？我说怎么那佛爷哥才四级，人家梦魇六级了，我说这打野也太菜了，一看不对劲。先不打了，先把别人吃了。他想依靠着这个鱿鱼丝儿跟我打，那我不可能跟他打。我们可以不杀他，但是我们一定不能死，知道吧？这鱿鱼。用 Q 躲他大招就好打了。那躲不掉那玩意儿了，人家不傻，干哈让我用 Q 躲大呀？那我用 Q 把他的 QW 全给他躲了，那更好打。他不来了就算了，我们就补刀。等我木印攻速海，我们就无敌了。这是一个，这应该是一个蓝凯。人没了，咱也不知道去哪了，不对线了。不对线挺好的。我曾拿着这把剑，年复一年。炮车你都不要吗？哇，兄弟，好好闪啊，好闪，挺好。一个陌生人的声音。我们继续控啊，他26个兵，我们74个兵，少了50个兵，差800块钱无敌。塔皮不吃拉倒，塔皮可以不吃，塔皮可以不吃，让佛爷哥把这打了。这边两条龙要查眼儿，不能让那个凯隐再打一条龙去查眼儿。
现在可能会比较无聊，但是没办法，那鱿鱼人没了。我一会儿想看看那鱿鱼上哪去了。你把中塔拔了，然后你们去下路打小龙，指挥一波。打我！现在都敢打我了，我这一瞅。我害怕他瞪我。还是打不过，你看看，哎，这英雄是真是不行，打不赢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是什么来着？我叫什么？他也不好打，没办法，他虚区太高了。他有啥装备？就是他啥也没有，但是他打我们身上就是比较疼。这波就不应该打，本来我是没想打的，非得有人让我躲了技能然后打，我寻思打试试看吧。哎，倒杯水吧，把我杜城还给我整没了。我要拆塔了，不讲还他的大招，我也不知道好没好。真恶心，是真恶心。E 也没E着我，大也没大着我，没有一个技能是打着的，但是打不过，算了吧。怎么投降了呢？啊？怎么投降了呢？中路先杀一个900块钱。啊，这900不我的了吗？差一点啊，但是他应该能收掉，漂亮，900块，
只需一波小小的收割，我们就可以无敌。别追了，别追了。太追呀，再来一波中路啊，再来一波中路，15秒有到。这塞纳挺猖狂啊，我一看这塞纳还有没人有赏金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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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死一个，吹不挂扣，没嗓子没坏呀、啊。剑圣不就这样吗？小龙，这边两条龙了，快点，快快快打龙！这就别打了，快打龙啊！让他死吧，咱就不管他了啊！这波比，让他死！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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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！守中塔，走呗！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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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！我出装呗！丢的妈的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什么叫无敌？这就叫无敌！风飞。打完峡谷先锋是没用的，是没用的。先扫一下，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对面扫个人，右边还没视野。完了，那梦眼先手的，先手的五，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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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可打吃了。塞纳吹不够了，不是那梦眼，哎呀，这梦眼给我恐惧了，上早了，兄弟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上早了，这波可别掉高地啊，掉高地可老亏。高地要没呀、啊！快快快快快快快守一下，快守一下！对面还少个人，关键是俺们家还少五打四，还没打过。哎呦我的天！我也是佛佛的了。下路收一波，可以继续。怎么办？
刀吧。家守不住吗？你给我打他！你给我打他！你直接打他减速！还能让这么个玩意儿给加拆了？西兰刀，跟我走，我可以收割啊！我现在西兰刀配暴击，马上有无尽，再来个小春哥无敌，这把要五杀，不瞒你们说。来，那火蓝随便给我打点 AOE， 只要他撇个大招死那儿，我们就直接收割。但是前提是不能让对面先打我。哎哎，唰唰唰唰，吹波 Q， 大龙打不打？小龙嘛，小龙小龙小龙，来开眼，那都没用，那鱿鱼唯五杀，我马上大招有啊，我又有大了，来，可以打，尝试一下吧，快来呀，波比！哎，一刀，一刀。维恩在哪里？我马上到，你给我打他！一刀！一刀，两刀，三刀 ，W 闪现。你闪出来，给我拍死了！来个无尽，我们只要别被那梦魇给恐惧就没事儿。小伙伴，猴哥，对不起，这几天追剧一直没来看你，没关系，开个皇帝吧，谢罪吧，谢谢此夜不闻鱼龙舞的办卡啊！我收一波兵，十六级。我曾拿着这把剑，年复一年。嘿，闪现出一刀。先念个咒啊。谁死了？波比死了，一刀。
我没戳出来，哎呀，哎，这怎么死的呀？他怎么死的呀？算了，那目光心灵就别玩了。目光心灵，麻爪扣。为什么不砍梅恩？问得好，没砍着啊，没砍不着他咋砍呢？再次推中没有关系，一个小小的梅恩在我面前也只是一张纸，小纸小纸片。继续来推一波中，恶魔们隐藏在我们当中，我找个药。快来呀，哎，这梦魇给逮着了。我说实话，我杀他用大招不合适，你直接往里跳啊，你怕啥呀？他指定是跑的呀。有意没？好意。这波我自己上就行，没有梦魇，他们家没控制，我随便找一个人，除了是鱿鱼啊，都可以杀。嗯，嘿，一刀，两刀，两刀。一刀两刀，小龙谁的？我们家的，推中。维恩已经出守望者铠甲了，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用。出装备，嗯，为什么他手上有魔切呢？又出八个了，我打个红。打起来了，漂亮！我马上来，找一下啊，直接过来开大，一刀两刀，给我杀！我杀疯了，我杀人如麻，能一波吗？你俩打大龙，我们一波试试看，试试看吧。戴娜伤害好高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只需要一刀。起床一刀